为着替活动一场，平常时坐办公桌的税务人员，即次变甲真无共款。唔但展现热情甲活力以外，佫利用甘蔗、扫帚甲粪扫桶作为乐器，进行创意的表演。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国境之岸。这场庆祝岁末节的活动，节目非常精彩。除了创意的表演以外，也有趣味竞赛。参加的人员为着争取好成绩，真努力将气球弄破。婚礼馆税务局今年有八位员工接受表扬，馆长李志勇特别参加颁奖仪式，并且替工作辛苦的税务人员加油。啊，我各位啊的工作啊为荣为傲，尤其是今仔日咱所有哈、接受表扬，我们这些杰出的税务同仁，经营真不简单啊，经营真不简单。那各位啊，平常对于工作的投入啊，在业啊工作绩效上啊创造的这种佳绩呢，在在的都值得我们来予以肯定。回顾这几年来，婚礼馆税务局推动真多新的税务工作，希望让民众的报税作业更加方便。我们在税务的工作上面吼，我们着重的重点是最主要是简政便民，那我们推了很多的为民服务的工作。那今年吼，我们最主要推的工作叫做以公所合作，做远端视讯的工作。那乡亲如果有一些税务的问题，不用远道而来。只要到公所去，洽办就可以。婚礼馆税务局配合中央这次的税法修改，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的县市。另外，伫税务的教导宣导、甲地价税的清查，以及地方税的网络申报等工作，成效也非常优良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